好凉啊！哟，真过你的天黑啦！来，点火。这样也行，谢谢你豌豆，这下不冷了。你这个大玉米不行，放我这个。嘿，怎么样，厉害吧？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戴着眼镜吗？怎么样，我这个激光眼厉害吧？厉害厉害，阿姨，我觉得你应该改个名了。今天终于轮到我了。你们两个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出发。仙人掌要攻击我们了，塑料头准备。好的，收到。嘿，这不就过来了吗？